啊。嗯，这是于教授，是我们巡捕房的法医。朱探长，检察官在等你。于立本一周前就提出来想要见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我签署过命令，禁止他的一切探访。那为什么现在又叫我们过来？明天就要临刑了，一个人临死前的愿望总该满足一下。看来你蛮仁慈的嘛。我一向很仁慈。得了吧，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为于立本不肯招供的事情耿耿于怀。于立本虽然手上有八条人命，又是震惊上海的割喉杀人狂魔，但这一切都只是幌子。他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军粮案的罪行。可于立本并非是军粮案的主使，在他背后一定还有一个更大的邪恶组织。这伙黑暗势力私吞军粮，高价倒卖，谋取暴利。军粮案涉及的赃款至今下落不明啊。你认为于立本一定知道其中的详情？所以我怀疑他这次非要见你，就是想要说点什么。于小姐，好久不见了。你们看到我今天这副样子，是不是特别高兴啊？我们根本就不想看到你。于小姐，作为一个女人，心里应该多一点同情心。哼，我的同情心怎么会给你这种人？于立本，你找我们到底什么事？一个人寂寞的时候，就会特别想念故人，而我今天能落到这步田地，全要仰仗你们三人所赐。哼，所以我想，应该见见你们。你应该见的人，是神父，好好忏悔一下你罪恶的灵魂。钟探长，你记住我这句话。人都是鳄鱼的子孙。肮脏的又不止我一个，有什么好忏悔的？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现在就说出军粮案的幕后主使，那么还有缓刑的机会。可是我知道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们的组织极其严密，在我上面只有一个联络人。可你说的那个人已经死了。这么说，我明天难逃绞刑了。绞刑已经算是便宜你了，在欧洲中世纪，像你这样的恶魔是要被处以火刑的。相比之下，绞刑我更喜欢火刑。只有通过烈火，人的灵魂才有机会重生。说不定20年之后，我还是个让你们心惊肉跳的割喉魔。你就给我等着死吧。走。哼，这个混蛋完全是在耍我们。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是于立本丝毫没有忏悔的意思。他根本就不是人，明天我会亲手绞死他。哼！胸南，想什么呢？我在想，绞刑的致死原理其实是靠通过阻断颈部大动脉和椎骨动脉的方式，导致大脑缺血死亡，而受刑者的椎骨还会在突然下坠的过程中被拉断。你可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是在想，人类发明各种残酷的死刑，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在用暴力惩罚暴力。钟浪，
如果我们能在罪恶发生之前制止住他，就不会再有这些悲剧了。这虽然是个美好的愿望，但值得我们去努力。嗯，咱们走吧。嗯，盛南。啊？你要不要去看看他？看谁？我记得，你父亲也是关在这里。我不想见他。过去的事情还没放下。如果你的父亲母亲都犯了叛国罪被关进监狱，而你在很小的时候又一次又一次的受人嘲笑遭人欺负，那么你的心里是不是也能轻易放下？我知道你受过很多委屈，也不肯原谅你的父母，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中秋节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呢。真是比我还绝。楠楠，过来，爸爸好了会告诉你的。去吧。把帽子给爸爸呀。不，我要戴。来，就这样。来，准备。一、二、三。哎呦，爸爸着火了！怎么了？你看呀。南路监狱着火了，他们刚打电话给徐古峰请求支援。什么？快快救火！救火！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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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你看到端午岩没有？盛南，你不能去！别管我，我去救他！让我去，那是我爸爸，你让我进去！我不行，你等着，你不能去！楠楠，楠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楠楠，你更漂亮了。是吗？严局长，这些犯人中找不到于立本。于立本？什么？你还记得他白天说过的那段关于火刑的话吗？他说他更喜欢火刑。所以我担心他已经出事了。来，跟我来。我有事先走了。楠楠，有空去看看你妈。再说吧。这家伙，您可被烧死也不愿意被绞死。死者男性，年龄与身体形态与于律本完全相似，犯人编号是3802。这是于律本的编号。这个恶魔葬身火海，也算他罪有应得。等等，怎么了？我记得上次你和于律本搏斗的时候，割断了他的右手手筋。没错，我当时想斩断他的魔掌，
那次的伤应该导致他的右手小肌腱及神经血管筋断裂。怎么了？尸体没有伤吗？有是有，不过这是刚刚割断的新伤，因此可以证明这个人并不是于立本本人。什么？这怎么可能啊？典狱长，马上封锁监狱。钟探长，监狱大门一直封锁着，虽然局势有点混乱，但是犯人肯定逃不出去。你确定没人离开这里？哎呦，糟了！刚才我派出一辆大卡车，把一些受伤的犯人送去医院了。于立本可能就困在里面，该死！车坏了，彤彤下车，下车，下车。蹲下，蹲好。抬头了，蹲下。还有你，把头抬起来。还有你。你说，于立本就是用这个玩意儿逃跑的啊？他故意把这个东西留在汽车底盘上，是想取笑我们。哼，我们亲爱的典狱长啊，阁下的监狱不是以固若金汤著称吗？怎么让一个死囚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跑了啊？这个王八蛋，真是狡猾透顶。要不是出了内奸，他插翅难逃。此话怎讲？我们刚刚清点了花名册，监狱里有个叫阿德的狱警失踪了。据监狱医务室的医生说，阿德小的时候曾经得过小儿麻痹症，在右腿上留有后遗症，而我所检查的那具焦尸正好也有小儿麻痹症导致的畸形，所以这具焦尸应该就是阿德。我怀疑正是于立本买通了阿德帮他越狱，然后又在火灾中残忍地杀死了阿德，用来顶替他的尸体。刚才监狱方面还在阿德宿舍的枕头下面搜到了一块金表和几十块大洋，一个小小的狱警可挣不了这么多钱。这简直就是司法界的奇耻大辱啊！今天是于立本行刑的日子，这让我怎么向广大的公众和报社的记者交代啊？你对外界怎么说，我们管不着，啊！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那个混蛋抓回来。对呀，总探长，我请求我代表租界法庭，要求你们警界同仁立刻行动起来，最好进行全租界的大搜捕。哎呀，就是全城大搜捕那也没用，我感觉呀，他早已逃离上海，销声匿迹了。我看情况恰恰正好相反，于立本并没有离开上海。怎么会？因为我了解他，于立本是个内心扭曲而心智过人的罪犯，六个月的劳役生涯非但没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使其残忍的本性更加膨胀。这六个月来，于立本尽管受尽拷问，却始终不肯供出军粮案的幕后主使和赃款的去向，这就足以证明他的意志丝毫没有被摧垮。这个恶魔一旦挣脱牢笼，将会变得更加疯狂。我觉得此人的精神极有可能已经从轻微的病态变为彻底的变态。隔阂魔为是我们法租界有史以来最危险的一个罪犯，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
不是如何把于立本抓回监狱，而是这个家伙随时都有可能再次行凶犯案，到时候又会有很多无辜者惨遭毒手。是啊是啊，怎么回事？干什么？对不起啊，没看着我们这开会呢吗？有人打电话找钟探长。什么人？他说他是什么火灾幸存者。火灾幸存者于立本。探长，没想到吧？我又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了。你还敢打电话过来？知道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吗？我最想把我们没有玩完的游戏继续玩下去。游戏？什么游戏？当然是一场猎人和猎物的游戏。而你别无选择，接下来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必须由你还有你的小组来负责。想想看吧，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兴奋的事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到时候我会打给你。进来。董事长，于立本昨天晚上越狱了。什么？这小子今天不是应该被绞死吗？他为了越狱把监狱都顶着了。我真没想到他还会来这手。董事长，要不要派人把他给揍了？不不不，先不要轻举妄动，要是把他逼急了，他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我看这样，你先打个电话把他给稳住。是。罪恶虽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流行病，然而在老百姓心中却无时无刻不在呼唤和渴望着正义。面对罪恶横行，钟朗和他的三人小组挺身而出，奋起抗击，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是无坚不摧的罪恶克星。哇，你把我们三个写得这么厉害啊。你再听后面的，精湛的医术是他对敌的利器，在他的实验室里，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都无所遁形，他还有着一颗金子般纯真的心灵。这一定是于教授了。哎，好话都让给他们了，那我呢？你？对啊，我实在没什么好写的，我只能这么说了。他外表稚嫩，像个没长大的孩子。什么？但是他却有一个无比天才的大脑，博闻强记，通晓百科。哇，我有一个无比天才的大脑，这才是实事求是嘛。臭美吧你。各位听众请注意，下面紧急播报巡捕房发布的通缉令。于立本，男，35岁，中国籍男子，身高175公分，体型偏瘦。于立本越狱了。单眼皮，快走。小眼睛。哥，你们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们。我们，韩飞陪我去采访去了。我们是在广播里听到消息的。陶姐，你也在这儿啊？啊，是钟朗打电话让我赶紧过来商量对策的。哦，坐这儿。哦。我怀疑于立本这次卷土重来，就是要对当初参与军令案侦破的有关人员进行报复。那他不是在指咱们这些人吗？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多加小心。现在全市都在通缉于立本，他还敢露面啊？我倒是很希望他能露面。啊？为什么？虽然军粮案表面上是一起倒卖军粮、谋取暴利的案件，但是所有涉案人员全都被于立本杀人灭口了，涉案的赃款也一直没能收回来，而隐藏在本案幕后的那只黑手更是无从查证。不过就在最近，南京方面对调查金蛇会有了新的进展，有迹象表明军粮案的幕后黑手正是金蛇会。如果我们这次能抓到于立本的话，对破获军粮案乃至整个金蛇会组织都会有新的进展。可于立本死都不肯招供，高检察官不是还在为这个耿耿于怀的吗？于立本态度这么强硬，或许正说明他其实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哎，高检察官怎么没有来啊？他不也是侦破军粮案的有关人员吗？我给他打电话了，
人家是大检察官，哪能随叫随到？请问哪位是中朗先生？我是。这里有你的包裹，请你查收一下。谢谢，不客气。哥，谁寄来的？你们先让开一下。不是炸弹。我的天哪，这简直就是恶作剧啊！不对，这是高检察官的眼睛。狗杂种！韩飞，啊，我来。于立本，都知道是我了，你想怎么样？钟探长，还有旁边偷听那几位，现在游戏正式开始了。可惜你们刚刚没有听到高检察官刚才求饶的声音，那真是比每一个被他指控的犯人还要下贱。狗杂种，我非抓到你不可。好啊，老规矩，我给你线索，你寻找答案。线索就在信的背面，人就是鳄鱼的子孙。别让我失望哦。他说什么？他说，人就是鳄鱼的子孙。我想起来了，他昨天就跟我说过这句话。钟探长，你记住我一句话，人就是鳄鱼的子孙。肮脏的又不止我一个，有什么好忏悔的？这句话一定有什么特殊含义。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谜语。我也觉得听起来很耳熟的。哎，对了，这是大仲马的小说《基督山伯爵》中的一句名言呀。我记得这句话的后半句，我早就认识你们了，你们在任何时候都是自作自受。你确定吗？我当然确定了。韩飞，看过这本小说吗？啊，那头儿，你知道我什么都行，就是对文学我实在是……哎呀哥，你就别问他了，他在文学方面就是一个白痴。《基督山伯爵》我滚瓜烂熟，有什么问题你就问我好了。也就是说，于立本自比《基督山伯爵》，然后向我们这些人进行报复。线索应该不止这些。这眼镜上面除了血迹之外还有咖啡。咖啡？基督山伯爵，伯爵咖啡馆。把门关上。是。上面派你来的。你好大的胆子，还敢在这儿抛头露面。我是个没人要的孩子，不弄出点动静来，没人理我。上面让你别胡闹，先去香港避避风头。我在监狱的时候，你们干什么去了？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哦，你们不但不救我，还杀了我的上线，这不是诚心把我往绝路上逼吗？你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只想拿回我要的东西。
想活命？可以，不过你得先回答我几个问题。你想问什么问题？第一，告诉我你的上线是谁。第二，君灵案的赃款现在到底藏在哪儿？是，张头，楼上有状况，上楼。韩飞，给你的。这是跟我叫板。解开一个谜团的钥匙，就是另外一个谜团，这就是余立本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当初在军粮案侦破的时候，他不就给我们留过数字谜题吗？当初我破解开那个七位数的谜题，是代表了余立本作案的每个地点的经纬度坐标。但是这次不一样，这些数除了三个一组以外，其他没有任何规律可言。会不会是电话号码？不会，因为上海的所有电话号码都是四位的。可这其中还有五位的数组，哎，会不会是阳历的日期啊？三个数字分别代表年月日，这，哎，不对，年份不可能是228，月份也更不可能是18呀。对呀。天哪，这些数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了，我们不要再陷在里面了，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哎。这名死者我认识，他姓王，是金龙银行的一名执行董事。我们南京调查组早就怀疑此人是金蛇会在上海的重要头目之一，而且我们还怀疑金龙银行在暗中参与了为金蛇会洗黑钱的活动，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无法深入调查。你看，金蛇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余立本为什么要杀死自己人呢？余立本这个人的性格就像一头孤狼，现在看来，他应该是因为遭到金蛇会的背叛而怀恨在心，所以才予以报复。一个是检察官，一个是银行家，难道他是遵循了那个规律？哎，说什么呢？什么规律？这个规律还是在《基督山伯爵》这本小说里面，因为《基督山伯爵》分别有三个仇人，一个是检察官，第二个是银行家，第三个是政府要员。这么说，余立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政府要员。这些数字是不是跟《基督山伯爵》有关？可是《基督山伯爵》这本书里面没有这么多数字啊。没有吗？谁说书里面没有这么多数字的？我想到了，这些都是密码。密码？对，就是数字密码。你们看，这些数组的第一个数字代表了这本书的第几页。第二个数字代表了这页书上的第几行，第三个数字代表了这一行的第几个字。所以现在只要找到这本书，就能破解这些数组。而现在我们要找的就是《基督山伯爵》。没错。喂，钟涛，是我，老孔。老孔，什么事？我们刚刚在高检察官家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了，你看怎么办？好，保我现场，我马上过来。盛丹，马上跟我走一趟。小慧，你和韩飞就负责把密码破解出来。好，我们现在到图书馆去找《基督山伯爵》这本书。韩飞，走，我们去找。哎，钟朗，我赶快再去调查一下金龙银行和王董事的情况，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线索。好，我们分头行动，记得注意安全。好。我们已经初步检查过现场，没有发现指纹、脚印和闯入的迹象。
死者全身是浆。拿来。角膜轻度浑浊，死亡时间大约在5个小时左右。死者全身体表面除颈部切疮之外，并没有打斗痕迹。奇怪，怎么了？这处切疮不像是余立本的作案手法。割断喉咙不正是他惯用的手法？表面上看是这样，这伤凶器也是余立本惯用的剃刀，可是这次下刀的力量和以往相比差了很多。你看，这同一处伤口曾反复切割，疮角距疮边出现了多个锐角形的小皮瓣，这说明凶手干的并不是很利索。会不会是余立本的右手受过伤，所以下刀不比从前了？不会的。你想想看，在伯爵咖啡厅里，余立本也是用一把剃刀就把王董事的颈骨给割穿了，这种力量相当惊人，也可以说明他的手完全没有问题。而这个窗口反而像是一个没有杀过人的人干的。难道又多了一个凶手？啊，小慧，你帮我念数字。第一组数字是11、29。11页，第二行。是。第二组是27、6、25。肩。来看看，市、间、你、门、口、松、船、山、派、手、天，这是什么句子呀？根本就组不成一句话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呀？那会不会把一句话次序打乱了？不可能，这些字连最基本的词都组不成，怎么可能组成句子呢？韩飞，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可能咱们还是有什么地方遗漏了。余立本既然向我发出挑战，那就说明这个谜题不会那么容易就被解开的。该死的，我怎么早就没想到呢？其实这些数组是有玄机的。你看，总共10个数组，它分成上下两行。每个数组后面都是有逗号的，唯独最后一个数组，它后面是分号。这很正常啊。不对，这就代表上一行和下一行的数组是不一样的。都是同一本书里的字，能有什么不同啊？除非这本书是上下册。你们这帮家伙办事不力，一群饭桶。你有什么好办法吗？没有。你呢？余立本一向神出鬼没，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他杀了老王，就很明显要跟我们作对。哼，好啊，我等着。你们都给我听好喽！你们当中，以后有谁胆敢背叛金社会，一个字，死！是。我找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基督山伯爵。啊！金。等一下。晚。和。平。哟，我的天哪！你把所有的数组都背下来了。别打岔。明天上午9点准时在这里接我。是。让我来
见你吧。今晚和平饭店领事夫人。没错，就是这个。想难倒我韩非，没那么容易。我知道了，今天晚上8点，领事夫人在和平饭店要搞一个沙龙活动啊。已经7:03了，快走吧。不能停车，不能停车！哎，这里不能停车！哎，不能停车！起来，起来！哎，巡捕房办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呀，这都停车，先生，李太太，在这儿。啊，这么多人啊！这领事夫人在哪儿呢？你问我，我问谁啊？请问两位有什么事吗？哦，不好意思，我们是来找人的。对不起，这里是私人沙龙，两位有请柬吗？啊，没有，没有。我们找领事夫人真的有急事啊。对，不好意思，我们领事夫人是不能随便见人的。不是，我们是巡捕房的，真的找他有事。嗯，那就请你们总探长来吧。对不起，两位请回吧。哎，江董事。啊。来，您的位置在里边。好的，请。想用一下洗手间，对不起，这是夫人专用的。哎呀，夫人在里面有危险。危险？您开玩笑吧？如果小姐真的要方便，请到楼下的洗手间吧。哎，我说你的脑袋是个木头啊你！哎哎哎，来来来，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主意，我告诉你。哎哎，不过不许打太重啊，先说好了。嗯。喂，你要怎么样啊？我说不让你带我来这种地方吧，你偏带我来，现在害我丢脸了不是？哎哎，我的眼镜，我的眼镜，快帮我找眼镜！哎，我的眼镜看不见了，哎，不看看不见了。这是你的吧？都碎了。丫头，夫人，你没事吧？你有事吗？这里有危险，你快跟我走吧。你是记者吗？对不起，我今天不接受采访。哎，住手！你不要再拧了。夫人，两位病人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他们是不是中了什么剧毒？是的，这种毒药从来没见过，目前只能判断毒物不是无机物，而是从某种植物上提取的生物碱，所以我们也束手无策。这算什么道理啊！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快去救我妹妹！中了，中了！你冷静一下，听我说，世界上已探知的有机毒物就多达上千种，如果不能对症下药，非但不能帮助他们解除病情，而且还有可能加重，危及生命。所以医院也不敢乱下结论。是啊，是啊，我们现在只能用输液和注射肾上腺素的方式暂时维持生命，别的我们什么也不敢做。饭桶，一群饭桶，我夫人要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全都给我蹲监狱。领事阁下，请息怒，我们巡捕房一定会尽快捉拿凶手归案的。抓凶手？你还有脸说？凶手不就是被你们这群废物放跑的吗？这个不关我们巡捕房的事啊。列狱长，我每年拨给你那么多钱，你都干什么用了？是不是都揣到你们自己的口袋里，连犯人都管不住？是我的失职。失职？你的监狱都快成犯人的旅馆了，管吃管喝，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发毒贼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阁下，既然这么说，我请求辞职。辞职？你以为辞职就完了吗？那还要怎么样吗？各位，哎，算了，都冷静点。领事阁下，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我的妹妹和您的夫人到现在都还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所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就算您把我们全都枪毙了，也不对挽救夫人的生命有任何帮助。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当务之急有三件事：一，全力搜捕于立本，彻底斩除他的魔掌；二，设法找到解药，抢救病人；三，在各个公共场所严防于立本再次投毒，
造成更大的伤害。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把那个该死的魔鬼给我抓住。要是再有什么闪失，我拿你们试问。按住他，我去给他注射镇静剂。医生，医生，不要追，快救救他，冷静一点。医生，解毒的方法没有进展。这种生物碱是从某种不知名的植物中提取的，所以一下子很难找到解药。那小慧不是没救了？也不能这么说，我相信有毒药就一定有解药，这是普遍的自然规律。而且解药说不定就在于立本手里。于立本已经没再和咱们联系过了，线索已经断了。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小慧这次中毒纯属意外，于立本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领事夫人，可是领事夫人和君良案并没有牵连啊，他为什么要杀他？按照基督山伯爵里的逻辑，被害人应该是检察官、银行家，还有政府官员。韩飞，你别再胡思乱想了，毕竟领事夫人和政府要员是不同的，而且于立本心思一向很缜密，不可能犯这种错误的。啊，头，等等。咱们当中不只有陶女士是政府要员吗？对，就是陶女士。那她岂不是很危险？来来来来来，吃早点了啊！哎，钟头啊，我今儿特意给你等等。怎么办？老公，马上带人去陶女士家。好。喂。钟探长，一夜没睡吧？于立本，你不要做得太绝了。我只想让你们玩得更投入一点。王八蛋，你禽兽不如，你去死吧你！冷静点，住口！我警告你，给我放尊重点。别把我惹急了，到时候你们就永远也拿不到解药了。而且，我还会放出更多毒气，你们就等着收尸吧。你不要乱来。这场较量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如果你不伤及无辜的话，我愿意奉陪到底。哦，看来还是钟探长明白事理。那好，你听着，我让你今天早上9点，我在法利亚的房间等你。他说什么？说什么？他说在法利亚的房间等我们。怎么又要猜谜呀？啊，这不要搞死人吗？这个不难，我知道。法利亚神父是《基督山伯爵》这部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是来自意大利的神父。他曾经被关在《基督山伯爵》牢房的隔壁，而且小说中专门有一篇叫做《神父的房间》。神父的于立本指的法利亚的房间，也就是神父的房间，而且就在小说中的第17章。神父的房间，这应该指的是个地名。老孔，全上海有多少跟神父有关的地名？这只有一条金神父路这条街呀。可是这条街老长了，总得有个具体地点吧。神父的房间是在小说中的第17章，会不会是金神父路17号？哎，不对，17号我知道，原来是家白鹅开的面包房，可他上个月早拆了。我知道了，是金神父路27号，因为法利亚神父他在监狱中的编号就是27号。你确定？一定是。快点，快！三队总，是。没人，头。
头，快来看！查明死因。尸体出现腐败绿斑，筋膜开始自溶。死亡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左右，也就是昨晚8点到9点之间。致死原因：喉部割断致死。这是余立本一贯使用的手法。这是什么？从这只手握紧的程度来看，这应该是在陶女士被杀之后强制被塞到手里的。头，这可能有什么用意。哎，于立本不是说他在上午9点等我们吗？这个9点钟一定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这几个线索联系起来。别让乌云遮住验尸官的眼睛。我明白了，你们看，这个门框的边刚好构成一个十字架，而上午9点钟的太阳使这个十字架在对面留下了一个标记。这里是空的。密码箱，说不定解药就在里面。这上面的意思是说，在1、2、3、4、5、6、7、8、9后面的这组数就是密码。这么简单？10、11、12。哎，等一下，差点被他骗了。这道谜题是个陷阱。是这样的，你们看，这三组数的递进关系应该是这样的：4、5、6减1、2、3等于3、3、3；7、8、9减4、5、6也等于3、3、3。也就是说，后边这个密码减7、8、9就等于3、3、3。这个密码应该是1122。没错。该死，这里面没有解药，他又在耍我们。这段话一定代表什么含义？糟了，怎么了？这是只百合花疗养院，我妈妈她就被关在里面。哎，韩飞，前面路口左转就到百合花疗养院了。好，你母亲不是关在铁栏桥吗？怎么又到百合花疗养院去了？我妈的双腿有残疾，最近病犯得很严重，所以才从监狱转到疗养院进行治疗。哎，再开快点。哎，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哎，放开我！阿姨，看到我妈妈了吗？没看见。头儿，韩飞，什么事儿？说呀。你妈妈她不见了。妈，胜男，哎，你去哪儿？于立本，一定是于立本抓走了我妈，我要去救他。你冷静一点。我怎么冷静？那是我妈。韩飞，打电话给总探长，要求一级警备。是。放开我！相信我，嬷嬷不会有事的，我保证。好吧。
我从来不肯去看他们，甚至不许别人提起他们的名字。我对自己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没有父母，我只能靠自己坚强地活下去。可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让我越觉得我不能没有亲人，我不能再失去他们。钟老，你明白吗？我明白。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再也见不到他们。沈南，你再也不会失去亲人了。喂。 必须振作起来！我们现在每耽误一秒钟，就等于把亲人往死亡线上推进一步。头儿，你说我们怎么办？在这次追捕当中，于立本手上有一把好牌，占尽了先机。从一开始我们就处处被动。我们现在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好好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谜题，按照以往的习惯，我们会怎么查这个案子？头儿，你是说我们要争取主动？对，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喂，钟探长，令妹的病情怎么样啊？你这个混蛋！我虽然是个混蛋，但是说话还是很算数的。放屁！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我把他和解药放在一起了，只要你有本事找对地方，解药的问题都解决了。哎呀，钟探长，你还愿意继续玩吗？我别无选择，说吧。我在百合花疗养院留了封信，线索就在里面。祝你好运。 头儿，你不是说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吗？要不把他迷糊住，怎么给我们争取时间？好，我们现在双管齐下，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寻找新的线索。你们快来看，我这里发现新线索。 陶女士的死亡时间是昨晚八点钟，而领事夫人遇袭的时间也是昨晚八点钟。于立本怎么可能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呢？所以于立本他一定有个帮凶。没错，我怀疑用剃刀割断高检察官喉咙的人也正是此人，而且既然他能进女厕所安放毒药的话，证明他是个女性。嗯，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放开我！闭嘴！放开我！于哥，你怎么了？怎么生气了？我没生气。
怨我自己，我不该把你拖进这，我不该把你拖进这件事里。别这么说，我都是自愿的。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我报谢大恩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后悔呢？在认识你之前，我就是个活死人，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我，除了报仇，我没有别的念头。现在有了你，我知道了什么是怕。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宇哥，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只要你让我待在你的身边。于立本这个女帮凶，很可能就是我们的突破口。这个女帮凶割断了高尔康的喉咙，那么她跟高尔康一定有很深的仇恨。是啊，一个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仇恨呢？哎，会不会跟高尔康审理的案子有关呢？高尔康平时四处树敌，凡是他起诉过的案子，犯人基本上都被判了死刑，这些人都有嫌疑。难道一点头绪都没有吗？在这里，我觉得想要找线索，还得从这本小说入手，因为于立本每个作案的行动，都跟基督山伯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你还等什么？哎，怎么了？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被我们忽略了，因为在小说中，基督山伯爵之所以能越狱成功，是因为他得到了住在他隔壁牢房的一个法利亚神父的帮助。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于立本会不会也如法炮制呢？什么意思？我一种假设，表面上看来，是于立本贿赂了一个狱警，才得以逃脱。但是你们想一想，于立本在牢房住了六个多月，他身无分文，怎么可能有钱来贿赂狱警呢？而且金社会也希望他死，怎么可能贿赂狱警呢？所以贿赂狱警的是另有其人。很可能就是那个女帮凶。可是高尔康签署过命令，禁止于立本的一切探视，他们两个又是怎么勾结到一起的呢？线索还是在小说里。根据我的推测，在于立本逃狱的过程中，也有一个像法利亚神父一样的人物，而且这个人应该也像小说中一样，他就住在于立本牢房的隔壁。于立本牢房隔壁本来一直空着，上个月才关进去一个犯人。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何大春，是个死刑犯。高尔康不但起诉何大春犯有杀人罪，并且提出死刑判处的量刑建议。不过何大春啊，一直不服判决，并且呢，提出了上诉。那何大春有没有女性亲友？他好像有个二十来岁的妹妹。啊，她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哦，何爱春。犯人何大春带到。带进来。是，进去。拍什么？拍什么？何大春，你耍什么猴子呀你？坐下。何大春，于立本越狱，你有没有参与啊？于立本是谁啊？我不认识。他就住在你的隔壁，你怎么会不认识呢？3802是吧？他越狱了，关我屁事啊！你。他有没有对你说什么？他跟我有什么好说的？好，跟我装傻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韩飞，我们走。哎，头，怎么了？不问了？他不肯说没关系，我们去问他妹。我妹妹？我实话告诉你，何爱春已经被我们抓到巡捕房了。你不愿意讲，我们只好去问他，到时候难免不受皮肉之苦。别，你们千万别为难我妹妹。那你就老实告诉我。我问你，你为什么要帮于立本越狱？
何大川，说吧。全是那个姓高的害的。你是说高尔康检察官？就是他。当初我因念之差意外伤人，没想到这个案子落到姓高的手里。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起诉我是故意杀人。我妹妹去找他求情，可这个人面兽心的畜生，他要玷污我妹妹。当时。 我没为了救我，什么也不顾了。可谁成想，这个王八蛋，他提一声裤子就不认账了。我只是个老百姓，我能做什么？我只有死路一条啊！可这些和于吕本冤狱有什么关系？一个月前，我关到他隔壁的牢房之后，他在墙上挖了个小洞。每天晚上，他都通过那个洞和我聊天，他很同情我的遭遇。 一来二去，我们俩就成了朋友了。你不知道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疯子吗？可他杀的人都是该死的人啊！他还对我大碗瓢说，只要我能帮他越狱，他一定会杀了那个姓高的替我妹妹报仇。而且只要姓高的一死，我要想犯案就容易多了。所以，你就相信了他的鬼话，在你探视的时候，和你妹妹商量了对策，由你妹妹同狱警阿德帮他越狱。 然后再让于立本帮你杀了高尔康。没错，姓高的就是个人渣。这种人死不足惜，我有什么错？有什么错？我来告诉你，于立本在他逃狱后，他不光杀了高尔康，还连续杀了三个无辜的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残害女性的恶魔。韩飞，你妹妹落在他手里。 下场会怎样？这些都是他干的。你现在必须告诉我，你妹妹会把于立本藏在哪里？好，我说。这下清楚了，难怪于立本在越狱之后第一个被杀的人就是高尔康，看来他是在履行自己的诺言。 我看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取得何爱春的信任，这丫头和他哥一样糊涂。哎，魔鬼身边又多出一个帮凶来。你马上调大队人马过来，绝不能让他跑了。董事长，发现于立本了。怎么发现的？以前给他配过一辆车，昨天晚上那辆车忽然不见了，我就知道是他偷的，于是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窝。 你看，这些装有有毒物的器皿现在里面全空了。头儿，你看，这是几份订货单，是于立本跟化工厂订购了20套炸药和雷管。啊！王八蛋，他在自制炸弹，而且是填充了剧毒物质的炸弹。钟头，干嘛？于立本的王八蛋打电话找你啊，在哪儿？就在楼下。于立本，你在哪里？钟探长，你真让我感到惊奇。你刚才差点就抓到我了。你做炸弹干什么？
你都看到了。我跟你说，这只是个开始，精彩的还在后面。现在有二十颗炸弹正静静地躺在法租界的20家医院和学校里面。于立彪，我告诉你，你不要乱来。你听好了，下午5点以前，把100万的银行现钞送到指定地点，不许做手脚，否则后果自负。还有，不许耍花招，这次我要你亲自送来。如果你晚1分钟，我同样会引爆炸弹。你这个疯子，不错，或许还是个很聪明的疯子。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那些炸弹里面都装满了毒药，足以让成千上万的人像令妹那样痛不欲生。不过没关系，只要下午5点以前我能看到赎金，你不光可以知道所有炸弹的安放地点，还可以拿到解药。想想看吧，100万现钞买这么多条人命，真是太便宜了。说吧，让我把钱送到哪里？听好了，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条线索：优待高龄，免费渡江。优待高龄，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哎，老白渡！对对对，就是老白渡，快去！老公，你留下来把现场处理好，快点！啊，是。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总探长。于立本狡诈至极，我担心他还会耍花样。你还担心什么？我担心他把交易地点安排得那么远，会另有目的。万一我拿不到解药，或者是来不及返回来，我希望你们另有准备。嗯，为了以防万一，令氏阁下已经批准调动租界内的所有警力，搜查学校、医院，寻找炸弹，疏散群众。那就好。啊，时间紧迫，赶快行动吧。是，记住，抓住他后，我给你请功；抓不到他，你愧对上海百姓。嗯，拜托了。放心。喂，我是洪涛。猎魔行动开始。集合！听好了，宾馆、饭店、银行、学校，任何角落都不能放过，仔细搜查，散开！是。韩飞，能再快点吗？啊，头，我没戴眼镜，看不太清楚啊。早不说，让我来。哦。怎么了这是？辛苦辛苦来了。这里不对劲，韩飞，把刀给我。嗯。糟了，这里全是地雷，你们必须按着自己的脚步撤出这个院子。那我妈怎么办？我来救她，你们赶紧出去。我不，我要和我妈在一起。涛，我也不走。听命令！你不是说过我们三个人生死与共吗？好，站在原地别动。妈，你别怕，我们这就过去。
伯母，不用怕，我们来救你。别管我，你们快走。妈，别怕，我们一起走。楠楠听话，姓于的不在这儿，他带着人抢银行去了。什么？什么？具体是哪家，我没听清楚。该死的，于立本把我们骗到这里，就是想引开我们。对，你们上当了，那你们还不快走？不，伯母，我们先救你。哎呀，你这人怎么听不懂我说的话呢？我脚底下有地雷呀。中了，快想办法救我妈，我妈腿上有伤，她坚持不了多久的，快呀。我是不能活着出去了，这满院子的地雷只要有一颗爆炸就全都引爆，我脖子上有解药，拿着解药快走。我不走，我不走。是松发雷，地雷踩着不会爆炸，但只要脚一离开，地雷失去压力就会立刻爆炸。伯母，只要你保持这个姿势就不会有危险。胜男，沿着我的脚步过来扶着伯母。好好。楠楠，韩飞，去拿钱箱来。好。楠楠别过来，楠楠，楠楠，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你不怪妈，妈已经知足了。妈，没事的，没事的，我不管，就算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楠楠，妈。好，扶开伯母。妈，妈，没事的，来，来，来，韩飞，快，快，来，妈没事的，快。小心，把你压死。好了，妈，小心，快走，沿着原来的脚印。没事的，我们没事，快走，来，韩飞，你先走。小心，来，怎么，对我没信心吗？妈，小心。四处投毒，就是为了让我们疲于奔命。吴霞，顾及他的真实意图啊！现在全清楚了，银行都是5点钟关门，于立本一定会卡在这个时间抢银行，而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巡捕都还在医院里找毒药呢。哎，前面左拐，我知道条近路，能省5分钟的时间。好。哎呀，现在都4:50了，回程最起码要20分钟啊！那我说实在不行，你们快找地方打电话吧。电话是一定要打的，可要知道于立本要抢哪家银行。喂，我是洪涛。老孔啊，哎，找到投毒装置没有啊？什么？还没有，继续找。这个混蛋会藏在哪儿呢？我来告诉你。
冯探长，别乱来。要不是你把巡捕房的警力都调走，我哪敢大摇大摆地走进来？实话告诉你，医院里边根本就没有什么毒气炸弹。你到底想干什么？我想请你陪我去趟银行。我算过了，法租界内一共有18家银行。啊，怎么这么多银行啊？于立本究竟要抢哪一家呢？根据我的推断，这家银行附近一定没有医院或者学校，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几个地方活动，于立本一定会避开的。金龙银行。头，你这么肯定？就是金龙银行。如果金龙银行在为金蛇会洗黑钱的话，依照于立本的性格，他一定会抢这家银行，对金蛇会进行报复。而且金龙银行附近不正好没有医院和学校吗？没错，你走。探长，你过来了。哎，你干嘛？把他包起来，老实点。于立本，董事长，别按了。别人不会来救我们了。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我来了。你想干什么？我想要那本东西。于立本，组织上是不会放过你的。那你猜现在我会不会放过你？嗯，总探长，送你个顺水人情。这里记录着军粮案赃款的明细，还有金蛇会每一笔黑钱的账目。你这什么意思？金蛇会对我不仁，我就对他们不义。于立本，你会后悔的。别废话了，取监控。所有电话都没人接。那给医院打电话吧，也许能找到几个巡捕呢。现在所有警力都被分散到各家医院里，距离金龙银行都有相当的距离。那怎么办啊？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立本得逞吧？一定要把他抓回牢里面。监狱，对，监狱，我怎么给忘了？还有一支强大的警力。强大的警力。马斯南监狱吗？我失踪了。董事长，你给金蛇会管钱，管得挺尽责呀。于立本，现在这些钱都是你的了，
可以放我走了吧？放了你。于立班，我真服了你了。班，有事。你去那边。这成大的，成大的了。这些都是我们的了。来，下一道。有了这些，那100万现钞就不算什么了吧？总探长，这些钱都是金蛇会的黑钱，我只不过是来拿走我那份。动作快点！是，快点！姑娘，我看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可以和于立本这个恶魔为伍呢？哎，说他是恶魔，你是什么好东西？在我心里，他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夏城。警在此，赶快投降吧！不许过来！连长，你可真是神兵天将啊！啊，都是钟探长神机妙算，及时给我打了电话。3802，投降吧，否则死路一条。钟朗，于哥，我告诉你们，不许动，不然我就毙了他！不要乱来！我告诉你，半个钟头以内给我们找一辆卡车，不许耍花样，否则别怪我大开杀戒。走。是，不要乱来啊。卡车都在里面。金龙银行只有一个出口，现在整个大楼都被我们团团包围，他们插翅难飞。头，那我们干脆直接从这儿攻进去。不行，他手上有人质，强进攻伤亡太大。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答应他们的要求。什么？答应要求？对。钟朗拿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于教授新发明的秘密武器。嗯。起立。我要反感！于立本，你要的车来了，把总探长放了！别跟我废话，车上的人下来，所有人退后100米。韩威，下来，下车。所有人退后，后退，再退后，退后，退后。于哥，我们能逃出去吗？别害怕，阿春。你听我说，只要有我在，保证你没事。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我想了一个办法，保证咱们都能逃出去。相信我，好吗？我听你的。不要开枪！我们是人质，我们出来了。不要开枪啊！哎呦！快走开！上去！就这么让他们走了？韩飞，啊，开关开了吧？开了。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啊！对啊！
猴头，于立本让我给打死了，这回你没事了。你厉害，你好厉害！你不看看，看他是谁？啊？他怎么是个女的？那于立本呢？别动！你太高估自己了，就知道别人会吃一堑长一智。回过去，看什么看？沈南、韩飞，啊！快进去，还有好多人没有救出来，快，快！于立本。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给你出个问题，基督山伯爵第十七章里说，在这世道上有什么东西比鳄鱼和老虎更险恶的？就是你这种两条腿的禽兽。总探长，中郎，这次多亏有这本账簿，大多数赃款都被追回来了。可惜啊，金社会的牢底还没有完全揭开。你放心，总会有那么一天的，这世上的恶人惩办一个，就少一个。零三七七，有人来看你。怎么样？不进去吗？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害怕了。你还是没有原谅他们。哪怕是小偷，是强盗，我都能原谅他们。可是，他们偏偏是卖国贼。那你有没有搞清事情的真相？他们什么都不肯跟我说，而我所掌握的证据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们是有罪的。但父母终究是父母，就算永远不见他们，也改变不了血缘关系。更何况他们一直深爱着你。就是因为他们这么爱我，所以我才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多亏了楠楠，他这次立了大功，所以法国领事签署了特许令，让我们一家人今晚团聚。楠楠呢？沈楠，我觉得你应该有另一种思路。要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乱世，黑白经常被颠倒过来，
你知道的未必就是事实。据我所知，伯父伯母也不是那样的人，他们的案子也许另有隐情。你的意思是？我已经在秘密调查他们的案子了，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有权利知道真相。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快进去吧。爸。